动就透天之间布满砾石土堆，才刚整地完毕。北投旗岩公园附近新建案基地面积不大，未来规划小坪数防疫宅。北投这块建案基地还没开始动工就先开始销售，但也是台北市罕见调降开价的一个建案，平均从88万元调降到81万元，调幅约8%。建商自地自建，因为没有地主户问题，开发成本减少，但主要还是受到疫情及大环境因素影响推案，才会依市场行情进行价格调整。整体来说，像临近旗岩从化区的个案，近期成交行情大概都还是落在75到80万上下。那如果说像可能中小坪数的案件，甚至有些都是在85上下。零星预售屋有做价格上的调整，对市场的整体影响不算太大。不止北投新案，信义区也有小宅同时开枪，从133万单坪降到125万元，调降开价6%。虽然少数个案开价微调，对市场影响不算太大，但也是一个指标。就连代销董事长朱文宇日前也直言，认为部分地区土地供给超过需求，正在面临泡沫化危机。利率调升本来就是对房价的最大的主因，就是打击很大了。但是刚性需求并哪有那么多。所以现在目前政府打房的结果，政策性的打房了，那对那些投资小坪数的，如果是在蛋白区，那些买不动。北市预售案开价降低，买家观望态度转为浓厚，都再在显示房市逐渐降温现象。三立新闻苏云宽、李孟山台北报道。